光很辛苦，那也经常带着我跟着一起出门，所以我变得很开朗很快乐，这都是多亏老师教导有方，让我的家庭更和谐，那也祝福老师的家庭一样和谐快乐平安大家健康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我来逛气氛啦。谢谢。太棒了，非常的感动。谢谢阿行炸黑哦。